发票。看见这饭我就倒胃口，是啊，不行，这房间还这么一点点，根本吃不饱，而且还死贵。哎呀，不吃了，没胃口。要是外面有个小餐馆的话多好。就是。哎呀，吃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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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农家乐啊，小店开张。随便吃了啊，开饭了啊。哦，就是，哎呀，真难吃，想想那个饭得有少吃也吃。农家乐两元自助随便吃了啊。走走走走走。哎，那不是谁搁那买自助抢生意是不？谁呀这是？这不是那蓉蓉吗？哦，哎呀，蓉蓉，你开的呀？啊，我开的。来来来，给我两块钱，师傅。啊，随便吃，随便吃。真的？啊，来来来来，管饱。给，给你钱，给你。哎，快吃快吃，吃吧，管饱。啊，真好。呀，这下可发财了，然后每天都来吃。哎呀，不久我就成了千万富翁了，我的梦想指日可待。Oh, no. 那怎么我的饭还难吃了呢？有那么难吃吗？真是，一天天喂饱饱的狼一群，真是，真是有那么难吃吗？一天天，真是我做的菜五千喂一群，真是。Oh no！ 哎呀，太难吃了！哎呀。会不会被打死呀？咋办呀？哎，哦，这办法真好，嘿嘿，哎，快溜！呼，这玩意儿吃的应该差不多了，该往那收钱了。哦，这人去哪儿了？这是没吃完，出去拉屎去了。哦，别把饭倒了，回来接着吃，谢谢。哟，这还没吃完呢，那我得不能收，我得在这儿等着他。哎呀，这咋还没来呀？哎呀，困死我了，这都快收摊了。哎呀，
没回来呢？这掉粪坑里了呀，这是。呀，这都一天一夜了，这家伙是逃单了吧？这是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我的鱼呀，我赔钱了。终于开张了，哎呀，梦想已久，哎呀，今儿个开了个农家乐，哎呀，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，我也当上老板了，哎呀，哎呀，尤其是我做的那鱼呀，那十里飘香啊，都叫好，也希望我的那个饭店呐，越开越红火，不行，我得准备饭菜起来，哎呀，这听说这蓉蓉。开了一家农家乐，哎呀，我得去尝尝。哎，这就是这儿。哎，蓉蓉呀，看这俩字写的，蓉蓉，哎，吃饭来。哎，来了来了，呀，二平啊，怎么样？吃饭呢？啊，这个听说你开了家农家乐，尝尝。对呀，对呀。哎呀，由于你这是新第一位顾客哈，给你打折。是啊，啊，那我肯定得尝尝。说吧，有啥特色菜？那我做的那特色鱼呀，你也知道，十里飘香啊，那我一手啊，那我的。那鱼，你做的鱼是还是挺好吃的哈。那不过这么多年还做鱼呢，你忘记你老公当时就跟你吃鱼吃饱的，还做呢。那什么，就给我来条鱼吧。啥鱼？别扯那一套了。你说想吃啥鱼吧？各种鱼，想吃啥有啥。哇，有啥啥都有是吧？啊，那什么，来个油炸的吧。油炸鱼呀、啊？哎，好嘞，稍等啊。哎，鱼来喽，筷子。哎呀。你这蓉蓉这手艺就是好啊！那必须的，那你也不看我蓉蓉是谁是吧？来来来，吃吧，慢用啊！我们俩回去忙去了。啊，行。哎呀，这肉，哇！哎呀，这蓉蓉这手艺啊，不讲当年呢，就是好吃啊！太香了，哦 no， 哎呀我去，这怎么还有个倒钩呢？啊，这蓉蓉这是不想给我吃啊，这是肉。哎，来了，怎么了，二平？还想吃啥？还想吃啥？你看这是啥啊？玩呢，搁这儿。Oh no！ 那什么，这说明你中奖了呗？这现在的鱼不都是饲养的鱼吗？这有这鱼钩，这说明是野生的。掉的特新鲜，中奖了你，你中大奖了，你知道不？哎呀，哦，哎，你们也对啊，啊这也是新鲜肉。嗯，啊，那什么，好，行行，你去忙吧，我接着吃啊，去吧去吧，先生你慢吃啊，啊，去吧去吧去吧。这这没鱼，怎么里面还有钩呢？哎，这老板也是太不谨慎点了。你说，还好我机智蒙过去了。哎呀，那二平也是。哎呀，不能下次再做鱼的时候得检查一下。我去看看其他的鱼去。嗯，哎，这野生鱼就是好吃。